Yeah. Woo! 我们是 September campers, 九六零人。我是何董，就是陈董，就是曹董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个董事长10周年的音乐会，其实。 虽然我比他们早出道一年了，就是年纪比他们大一些，可是要来致敬，所以我今天让大家知道这个董事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棒球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特别要穿棒球衣来帮他们致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几个是一些很臭屁，自以为很会打球的人。 好，然后今天其实我平常表演都很避俗，然后我希望今天会有一些比较脱轨演出，也希望我未来在这个 Flickr 或 Facebook 不要看到任何今天的po文或者是照片或是 YouTube， 这样子，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董事长加油！<笑>好，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。 找一个新世界，但是我们中间有穿插了一首台语歌，然后他们说其实是关于就是之前很喜欢唱的一首台语歌，所以我们把它混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做的是舞曲版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它跳起来，把这里当夜店，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舞曲真的很时尚。<笑>特别还有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董事长。